住唔到，急住要套現，咁所以咧涉讓咧可能係個別事件，咁而且公司轉讓咧註冊處係揾唔到記錄㗎，咁所以咧就證實唔到。事實上啦，賣樓滿一年嘅龍仔仲要俾5%嘅額外印花税啦，咁啊仍然咧有120個放盤喎，佔全盤18%啦，每尺標價由12,000蚊至35,000蚊不等，比起買入價要高12%至20%。